啥嘛无钱。我要讲的是哦，这个你们这些哦 ，repeat 的 repeat 的，听有无？重复又重复，所以你改那个博德那个时候争论的，通通都 review 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啊，这个税这个规划是谁规划？三块地画匠叫他签名 sign。哦，如果不会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的建筑系，台大、成大哪里的？建筑系，还有土木系的、森林系的，你就应提案提出来，这个地你们要怎么规划？最规划最好的，给他奖金1亿啊！啊，你卖用啊，原来的，你是外行的呢，你是外行的，你敢规划这？你看那柏林，你在德国啊 ，Germany， 那个都市的规划。一花一期好日本去做，一花一期也美国去做，你这个也是这样，可以招国际标也可以。你们家的啊的黑箱作业，啊坐左边海西老贝，我28岁就来这边呢，40年了呢。哎，广慈我们里面的好朋友很多，你们看人家笨手笨手，那个是功在国家呢。你的习惯会战，我常常讲哦，你在宜都是淡水，你在那个盐山道岸边有多，怎么会说他不搬？哦、所以哦，老板，你的镇里玩纳水，实际上我们今天通通可以不要来，你们的 suggestion， 你们的规划拿出来我看，如果不好，换人，薪水扣掉。对不对？要这样子做。你不是讲我坐遐，啊，听恁底下争论，啊，甲郝柏君交，不是郝龙斌，我搞不清楚，不是好的。哎，你这要交代，我今天去开会，啊，争论一下，雷波都拿上去，一跌，他给丢个垃圾桶，再10年嘛是搁伫争，没有进步啊。从博德那个时候，实在博德也会很大的用心，可怜呐、啊，你们用多少钱？哎，因为人家的喝他的茶水什么，啊，我嘛是安尼争论的一塌糊涂，实在很悲哀。所以我希望市政府要做一个市政的楷模，莫安尼乱呐。哦，我上一次讲过一句话，大陆的乱家呢？招来台湾，啊！你要搁乱去对倒？你乱去太平洋了去？较拜托诶！你看钓鱼台岛哩嘛，哇！迄日本船直直来，啊！台湾什么贪官直直坐，什么案子，安尼乱个呢？拜托，该做好，良心就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啊！我头拄讲不会的话，台大那个还是哪一个？是先甚至于建筑师工会，你讲提出来。如果不行，国际标，啊、哦，卖安尼围三地，我要围10地嘛，是啥？对不？啊、哦，你怎么这样？啊，你头拄仔讲个路嘿，我去日本看，日本个路啊，你我驶过，我暗时啊比较过，我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恁家那安尼路做好好，啊，路灯装好，俺那无出，伊讲做路灯、海水沟，通通 OK。再来做建设，那、啊、你这个买这个，他、啊、就给你盖什么样的房子，他、啊、有一个规划，所以那不慢哦，看我讲，莫只阿爹差几步步嘛，我吃饭都无时间，啊、哦，对了嘛，我讲嘛，就是先吃金叶饭店，我都要去盐山饭店，中午嘛，真的，啊，变两个吃，真忝嘞，啊，吃。入一股水哦，我白讲，我请这笨手、啊，好的也有啦，尽忠职守的也有，还有这拖拖的，啊、哦，很悲哀，我希望不要再悲哀下去。OK， 好，好。这个先生，然后再来是道府。哎，我是代表刚才。